这个专业的术语我没有记错，叫做烧灼，对不对？加热，然后又加酒，让它燃烧之后，那个风味会比较浓烈。刚刚有引火的动作，这个叫做火焰水蜜桃啊。烧制之后的火焰那个水蜜桃风味是不一样的。最后，引火的目的是为了挥发酒精保留香气。最后，让我们为这份火焰水蜜桃做点装饰，完成今天的表演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掌声鼓励他一下啊！更加热，我们恭喜你。